这么多次的倒计时，过了好几个新年的感觉了。下面的一个演员呢，很多年轻观众一定非常非常喜欢，但对于像我们这样年纪的观众来讲的话，就是别人告诉我说他已经很红了，很火了，我才知道说哦，他很红了，很火了。来看看是谁。其实对于许多时尚明星，我们可以不熟悉他的背景，但是我们可以分享他的努力和精彩。而刚才上海迎接倒计时的那一瞬间。